知道那个大理王龙也知道好，是知道好了，是知道好，不是现在这个时间。你去年是大理王是什么时候用的？好像去年是八九月份了。一亩地这样算是用了多少？只用不多，一亩地不贵啊，那种。我是像你跟我说的，就50公分一个嘛。50公分一个。两排嘛。你下了两排呀、啊？当然是要下两排。那一亩地用了多少呢？不会太多，我用了好像不多，一亩地一包可能用不完。一亩地一包用不完了。1200用不完。用不完了。50等于相当于50公分下一粒，一垄就用了两排。一垄用两排嘛。就是说那样子每棵都有吃到大力丸嘛。嗯，那样子每棵都有吃到大力丸嘛，排又不是整齐了。嗯，所以说这一排过去，那一排是中间的那个，肯定每一棵都有吃到，那个大力丸。真的，这个是说真的，因为大力丸就是说你两放两排都是不固定放在哪个中间哪个中间的，对，就是随便乱放放它。哪个地方都有吃到。嗯，怎么样？去年在效果表现在哪里？效果你看那联想太好了，那个还不知道。我那一天都给你那个芦笋，你拍上去，那个没放大力丸，有放大力丸的，你那个区别很大了，是不是那样子？我都有样品，你都有拍上去的。没有，今年我要了解清楚，要好宣传。主要是前期看不看得到？前期看不到。主要在什么时候看得到？那个大采笋的时间里头可以看得到。八九月份放下去，要几月份看得到？八九月份那起码要到十月份，十一月份这个时间。十一月份看到。